这些虫子真可恶，月牙这些虫子真可恶，月牙酒都被糟蹋了。咱们在西瑶姐姐那里多待一会儿，实在不想去面对黎叔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花林肯定等得不耐烦了。你们好慢呐，磨磨蹭蹭的，气死我了。快试试看，和点击装备按钮即可完成任务。刚才听小海说，你印记那里又疼了。看不出有什么问题。看不出有什么问题。走吧。小海花铃还在门口等你，好像翅膀纹路比之前更清晰了。小海和花铃果然是很要好呢。在冲刺跳跃的过程中，再次点击空格会进行空中腾跃。在空中腾跃的过程中，多次使用空格会进行滑翔翻腾，会进入滑翔状态，同时延长滑翔状态时间。各位天域村的村民，再过几个时辰就是一年一度的夏夜祭了。夏夜祭是什么？夏夜祭是纪念咱们祖辈来到天域村的日子。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尽快完成夏夜祭的准备工作，让今年的夏夜祭比往年办得更棒更红火。好，你们总算来了，年纪轻轻就拖拖拉拉的。
这道海神跳墙可是老夫的心血，半点都不能疏忽。所以，老爹，我去村长那里了。我去追花林，林叔再见。你们，气死我了。这浓郁的味道，让人欲罢不能的腐烂气息，和恰到好处的三分盐，而这事儿，哦，总算回来了，等死姐了。就有束缚，还怎么乘风破浪？爹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不要，我好着呢。不要，啊，你。